大家好，我是九嫂。最近好多老铁问我最近怎么不开直播了，因为最近身体不佳，然后就是那次跟子英嘛泡水以后啊，就是在大概有1个多月了吧，一直还在这个手指关节一直都在痛，然后。那个脚趾关节也在痛，所以就是这个关节的地方，用手传一下都好痛的，然后就一直没有开直播。到大医院里面，他说我是，检查了关节炎，检查了那个，风湿痛，都不是，然后我就回到乡下，在那个乡村医生那里。输了几天医也没用，然后今天九哥说带我去看中医，等一下就出发，看你们有没有同样的哦。医院里面就说可能是更年期，有一个医生就说我是，更年期，有一个医生就说我是忧郁症。走了，九哥。我上次关节痛了1年多，也是在这个谭医生这里治的。你经过调养以后，它就好点了，是不是啊？我讲不管它，你心肝脾胃你很好啊，很正常。我啊，哎，那就好了。是很正常。忧郁症，别梦见那个在峡谷上一家妹子。你1年多了噻。这个好年多，最后我看有的钱，只有在那家医生医院去看，把你翻点来，慢慢来。对他就好了，现在这样蛮好的。可是我觉得我身体还可以，那是好的。哎呀，对。慢慢来，最起码是慢慢来。可以，每天还是好，听到没有？你放心，把心打开。是在有的就是在有的嘛。人都把我信过罗龟。你就是让你自个去走出国家困境啊，要点啊，要坚强，不可以吹牛，听到没有？有时候已经吹了那个几天了，但是有时候又。坚强起来了，觉得那时候想不心里压不缺嘛，各位。别管一句话，坚持就是心理嘛，你病嘛都是他给办，你不是我说全部检查好了，放心。好。你那是把我赔小肿，可以吗？该。小肿止痛。止痛。隔年几个月。隔年几个月。哎。还有吗？还有就是讲你那些喉咙的感觉啊，心肌口干呀，是不是啊？不是严重，不管你积极的调整一下，调整以后。我有的劲，有的有啊，有的劲我陪着帮你陪着有的劲啊，喉方面啊，也叫的啊，到时常不换，不时有的吃有的劲。可以吃有的劲吗？可以帮你分给那些啥，该调就调，该下就下，晓得吧？你看你不你。不是个，你讲嘛都是他那个的，心肝上不舒服。对了，甚至是心里有时候一静也影响心了哎，好难歇的。有时候骂你在不到那个，手腕把心脏检查在全部检查，是不是啊？鼻血哎，心脏可能都在鼻血哎。只是你心脏蛮好。对呀，主要我心脏蛮好。我就帮你用了两副那个药，一回是清鼻，一回是半夏，我两个药它是改调一调，改心就心，就把那些药一帮你消下，把你升完。你冇得好的病，你放心啊！哥帮你看哈。其实你武装武夫的相当就是好的，对呀，对，我这有你检查下，我这就是好的。我其实不是有就帮你是调养的。你把我把他妹子谈出来，我晓得。啊对，你武装武夫都蛮好。你要是看到我心嘛，我。哥，你就不是，你把心情打开，哪个病都会好。对你我这病了，我不是吼你，我那是对你个病的了解。对不了。哎，你没病不是很乱。就是吃得点点，吃得点是嘛原因？就是我这病，有时候你躺在我这心里头，他胃还是分给你，
冇得金香就拿金香，如果你经过调养以后，或者没就比以前要金香。嗯。啊。嗯。对吧？尽快就是过去。可从俺们去查用吗？看俺们用的，俺用的吃牛的。可以。哎。哦。所以我碰到俺们了就马上改了，但是我虽然是两家，我没得怕，那么临时改听不听？怕你去。结果怕不得。怕你不管得多的。过些天你冇运动，掐了就空。我冇想减肥，我冇得个想法，我只是讲。你们现在想得好。我冇想减肥。我的意思是，马天还可以穿了就好，对吧？就休息了。医生要你莫允许你又在做嘛个啦？搁外头洗以后我来洗。你不洗我洗。不要洗，我洗哈。以后搁家务事拖地都洗洗完，如果我来洗，你要手指疼啊，医生要你莫解决啊，你莫去洗的我来，以后都得我来，哦。搁这对你搁这别店，要是别人我对你搁洗不够，晓得呗？你作为医生管的，管那个病嘞，所以我一洗到要比较黏人，晓得呗？这叫作为我都去饭我都不想去，我是自己白话举一个，不想去我先讲不是，我白不晓得不晓得去饭，其实我去饭我晓得啦。可以以后我是因为我说啊，你这把休息好，把病调养好就可以了啊。不要去想很多事，看到没？开心的紧，你主要是自己要开心，不要去想很多。医生都管我都看到了，都我都意识到了，搞点病也可以话大，也可以话小，晓得吧？主要是靠自己调养。Thank you.